是接好的控制器，这个是对码按键，按八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这个就是清码。来对一下自首模式，按的是没反应。一、二。这个是放电池位置，正极朝上，然后直接这样塞进去。那对一个开一个关的话，要重新。